算快。隔住個玻璃反光啊，爭啲。點解我灣仔碼頭呢邊一路去咧？去灣仔會展都係間企滿人，哇！好多人啊已經。再爭少少，哎，呢個位係最高啦，因為左同右係平衡咗啦，左同右平衡咗，呢度我哋最高咯。哇！個月亮。啲船都停航曬啦，因為頭先話平洲十點鬆啲係最後一班船咯，下一班就要過十二點啦。咁依家成個維港咧都有啲觀光船啦，有一啲應該係準備煙花噶啦。萬象而碼頭咧。考多輪啦！哇，一個塞滿曬人啦，已經好誇張啊！